林兰呢？您会给她机会吗？我坐过冷板凳，我知道那种感觉不好受。这是个人资料，带走吧。林兰，你现在焦虑和害怕没有用，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好。我之前就这么跟我自己说的。只要找到穆先生，还有背后那个走私集团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袁卓，哎，坐。是这样，之前组织上对你的去留啊，一直持保留态度，但这段时间你的工作非常突出，这个上级领导就觉得啊，对一个犯过错误的同志，也要给他机会，所以呢，院里头想呢，就是对你的正式调度进行研究。我是想跟你说呀，这段时间的工作还是要以稳为主，不要冒进。明白。林兰呢？您会给她机会吗？严冲，我坐过冷板凳，我知道那种感觉不好受。你能够主动关心同事，这很好。林兰的事儿我会考虑。严处是这样，我觉得让他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，这样对他更好。您觉得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偷听啊？林老师，哎，陈璐，哎，那个新发的学习材料我发到统一办案系统里了，不知道你看了没有？哎，我看了。哎，哎，对，我正好想请你和大拿帮个忙。行啊，什么事你说吧。这不老钟要查穆先生吗？林兰说的对，与其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都来了，我们也希望林兰早点回来。为了兰姐，为了案子，来吧，干就完了。谢谢大家，先把没有头部轮廓的照片先撤下来啊。来，请。这个尤其赶上了。小叔，哎，李姐。咱要不然给他发张照片吧，也忙活这么半天了，拍个深夜食堂给他看看。我没在努力。青青，把我自拍杆拿来。不让他上火吗？上什么火？告诉他欠我们一顿饭呢。来，先拍一张，先拍一张。来吧，来，都进来了，三、二、一。你牵我。